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我们今天要来玩 Opus 地球任务这款游戏，你可能对前面那个 OPUS 很熟悉，因为我之前在我的频道上面也曾经玩过，算是他们公司的第二部作品吧。Signal 他们是一间台湾的制作团队，他们做了一款叫做 Opus 灵魂之桥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，好像没有玩过一代，虽然他们两者之间只有那么一点点有点彩带的关系，他们是用同一个世界观，但是他们是两款完全不一样的游戏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试玩看看 Opus 地球任务这款游戏。如果宝宝们喜欢这种小屏游戏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这款游戏它原本是在手机上，但是后来也出在 Steam 上面了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Opus The Day We Found Earth。面对 DNA 的残缺，新世界的人踏上了寻找古老精英的旅途。尽管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星海，他们依旧坚定认为地球在宇宙的某个角落。地球探测船奥博斯号地球探索任务839日。你知道在外太空啊，他们讲的是，就假如他是在火星，因为火星自转的速度跟地球不一样，他们讲的不是就是地球的几天几天，或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，他们讲的是几个火星日这个样子。老实说吧，丽莎，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找得到地球。够了没？没看到我正在教艾姆使用望远镜吗？来，艾姆，试着转动你的望远镜看看。哦，我是艾姆吗 ？WASD 可以移动，然后正上方有三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只能往一个地方移动三秒钟吗？我要去看右下角那个很亮的星星，那个是北极星吗？可以看这个吗？不是看这个吗？那看上面的星系好了。啊，还是要按三秒，他才知道我会操纵望远镜。我按一个几秒不行吗？哦，我们是这个小家伙，艾姆会移动望远镜了，不是这样操作对吗？对，你超棒的，所以我们是机器人。这个东西动作这么慢，什么东西？它的名字叫做艾姆。好了好了，大科学家，我们刚才在讨论地球，你就别离题了。什么地球？我说，在这片宇宙中，我不认为我们找得到地球。我没空跟你争论，阿布莱，不是教你怎么重新订阅望远镜哦，试着按下方的按钮。所以我们是在太空旅行，然后找不到地球的旅人吗？回归到原始状态。好，你的反应很快，真聪明，恭喜你艾姆又多了一个妈。有没有跟你说过你今天讲话很不中听啊？说真的，不管地球有没有拯救世界的古老基因，我们都不应该把希望寄托给一个神话中的星球。在他们的世界观，地球是一个传说，欸，就是一个，他们不知道地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东西，所以他们是可能是人类在很久很久远的未来之后，他们到宇宙中旅行了好几代、好几世代，五个世代、十个世代、二十个世代、几千年，然后只剩下他们，然后他们已经不知道地球是什么东西了，以为是古老就是流传下来的传说是吗？怎么？地球不是神话，人类是透过地球而诞生的生命征程。拜托，不要这个时候跟我传教好吗？如果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你要如何修补人类残缺的基因啊？不是，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哎，你的机器人在想你。你都打断我，艾姆瓜，有看到荧幕正上方的那个扫描按钮吗？你试着点击它看看。扫描按钮，就我们要找地球是不是？没有地球存在的可能性。不是，没有找到类似地球的行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艾姆，我们再接再厉。机器人都开始担心了，才没有呢，艾姆，这次你移动看看你的望远镜，再扫描一次看看。不是，好像又失败了。对了，艾姆，劝劝你妈妈吧，真诚，别说不可能，我觉得非常接近了。上一个银河系你是怎么说？这次不一样。不是，艾姆没事的，你别紧张。不是，艾姆很快就会找到地球了。哦，好可爱哦，蛮会挑时间的嘛，我开始有点喜欢他了。谁会喜欢你，艾姆？不是，谁会喜欢你啊，艾姆？艾姆啊，我在讲你，艾姆，谁会喜欢你啊？然后，逗号，艾姆，这一次的探索，这次探索远一点的地方看看好不好？地球应该不是右边那颗会发亮的星球嘛，对？但我们是可以过去看一下，扫描，分析行星系统，我很不会念那个字，65%的可能性为地球。
就叫它 ERTH Earth Pop Dash， 这样比较像，哎，满了 Dash 零一，这样比较像那个，这样比较像那个NASA 在命名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后面就要 Dash 什么东西？相似程度65%，确定？太棒了 ，M 就是这样，65.1%，只差一点点而已。撇开地球指数低一点，表现的还不错。目前比对中最好的，还不称赞一下我的 M？ 如果你觉得 65.1 够好的话，再说一次，不管你找到的行星有多么接近，只要找到 99.89 吻合地球的行星，就是天文的几率。哦，我要去引擎室一趟。自从前几日磁场风暴之后，太空船一直不稳定。就这样子，晚点见。啊，真诚？什么？还真的走啊？输不起的家伙。不是，铁罐头真怪，在担心我吗？我的绰号是铁罐头，是艾姆。对不起，艾姆，你知道为什么真诚那么生气吗？艾姆不懂，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目标。艾姆也没有目标。对，所以没有目标的机器人就只能够算是台计算机而已。计算机，艾姆是计算机吧？傻孩子，所以丽莎给你一个目标啊，听好了，你的目标就是找到地球，找到地球，约好了，艾姆会找到地球的。哼，那我们一起努力，跟博士约好了，艾姆跟博士约好了，好可爱哦，这是一个人类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故事，距离恒星丽莎。99597830公里。恒星 Lisa 跟 Lisa 有关系吗？地球探测船奥博斯号，地球探索任务日期不详。之前是800多天嘛，对不对？自从计划打开的时候，这银河好漂亮哦。你们有看过银河吗？我没看过，我只有在照片上看过。银河是不是只能够用曝光，就是相机的曝光拍得出来啊？人类的肉眼真的看得到银河吗？就是那种紫紫的啊，然后一条就是在天空中出现那种感觉，还是那真的只是照片？我怎么了？泛用舱外机械活动机械人 OP1414 型代号艾姆重新启动完毕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艾姆基德正在操作望远镜，奇怪了。地球探测船奥博斯号重新启动中，太空船供电不足，系统尝试恢复中。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望远镜还能不能够运作。望远镜校动中，望远镜电力不足，系统尝试修复中。相位移动系统正常，星域雷达异常，相线雷达异常。都是写中文，可是我却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。糟糕，望远镜有点故障，不知道最重要的地球探测仪有没有状况。奥博斯，请启动地球探测仪。奥博斯是我们的太空船，对不对？太空船供电率10%，尝试修复地球探测仪。地球探测仪启动，好险没事。艾姆，这次一定要找出地球的位置，让博士吓一跳。如果整艘太空船都已经停止运作的话，那不就只是在太空中的废铁？如果是在太空中的废铁的话，就代表它的生命系统是断线的，它是完全关机耶。断线的话，人怎么可能在太空中存活啊？启动地球探测仪后，请点击观测编号9975，取得探测线索。9975，没有指定的目标。分析完，有可能为地球的地方。第一象限观测编号9975，请利用以下的坐标寻找地球。以下的坐标0709，行星定位0709，正上方的那个，所以应该是上面这一颗行星，还是这颗啊？先扫描这颗看看好了。分析行星系统。好多颗哦，6颗行星，有一颗有32%，哎，好亮哦，那颗星球。此行星引力微弱，无法留住气体。
地表缺乏大气层保护，不宜人类生存。地球相似度32%，这不会是地球啊 ？Not E A R T H。OK， 确定。观测编号99275等于32%，所以我已经看到了。接收资料中。还不坏。如果按我再努力一点，搞不好下一个就会是地球了。博士，虽然不是地球，但阿姆又找到新的吸气样本了。博士，奇怪，是在哪里忙吗？这个是接收资料中，新增资料至地球观测仪，所以我可以到地球观测仪去，我可以操控吗？不行，右下角是什么？第一象限的，第一象限有四个类地行星吗？然后第二象限有8个类地行星，第三象限也是8个，第四象限，第五象限是什么意思？左上、右上、左下、右下，不是只有4个象限吗？第五象限是什么概念？然后这个是有点像是卫星的感觉，恒星探测，然后超新星探查、银河探查 ，Makusu 的3个卫星，神秘物质的来源，回忆。太空船的窗户可以看清楚赫米斯银河呢？赫米斯银河在哪里？我可以到处点点，然后可以触发一些东西。左上角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Lisa 星域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一个叫做 Lisa 的星域。怎么有个奇怪的绿点点？这个绿点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按摩一时看不懂。所以我是要找到那个位置吗？我可以开机吗？不行。OK， 哦，我可以往上滑哎，哦，又往下。奥博士号好大一台哦。我超爱太空的东西的，地球探测望远镜，阿姆已经可以操作的非常顺手了。那外面的太阳能板能够看一下吗？还是我可以继续打开我的望远镜？望远镜校测中，没有指定目标。我是要找到一些新的线索吗？还是就是在太空中盲目的不停的寻找啊？分析行星系中，这里面有3颗。都没有地球，这样瞎找也不是，是不是该检查地球探测仪呢？这个是地球探测仪，是不是？哦，9976在哦，这个是他会告诉你说，他探测到哪里可能有，所以我们要先探测到之后，我们再用望远镜去观测它，是吗？在丽莎星系的左下角0402的地方定位，所以我们到0402，那我。到处乱找的话，我有没有可能自己可以找得到一些隐藏的星系啊？分星系星系中，这3个字超难念的，行星系，行星系中找到了一个20几%的，这就不是地球了。此行星地表非常混乱，充斥着风暴与雷暴，不适合人类生存。Not Earth -002002。哇，那个地表的温度-21°C，哎，好冷哦。好，我已经找到2颗不是地球的东西了。接收信息资料中，我就是这样子一直不停的找，一直不停的找吗？可惜了，这次又不是地球。博士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会不会跑到下层的研究室了？奥博士，请求通讯，通讯许可。奥博士，请回报太空船的状况，系统电压不足，无法受理。没想到会，刚刚那是什么？没想到会这样，艾姆再耐心等待好了。什么东西？是电压不足造成的吗？接收资料中，新增资料与地球探测仪。滑鼠点击物件，点艾姆。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地球？艾姆还是赶快启动望远镜吧。就继续启动望远镜吧。右下角有东西亮了。哦，应该是我找到了第二个星球。那么继续观测，校正中。太空船供电率15%，尝试修复星域雷达。星域雷达启动，请参照界面上的星域雷达，便可获得目标行星的星域位置。好像星域雷达也修复了，看来望远镜只是暂时故障而已。可是人不会暂时故障啊，人要是故障的话就爆炸了。
没有探测的目标。哦、我以为是增加两个诶，这还可以打开吗？哦、不行，他就是告诉你在哪里，9977，在离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不同的星系了是吗？不同的星域了？这是嘎夫鲁族，不会念，在0420的地方，一直往左走，太远了吧？0420到了，04，这个是减少20的话在上面。那个亮亮的是什么？它已经有名字了、欸。这是 Lisa， 这颗星球是 Lisa 取的，对不对？下面还有写 Lisa 10。0420，这颗也是。我猜应该是你吧，最亮的那一颗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31%，还是很低啊，完全找不到地球在哪哎、欸。这个好像火星哦，此行星质量不足，自转速度太快，归类成矮行星，不适合生命生存。too small， 01-01。OK， 这个是另外一个星系的嘞。接收信息资料中，就算有星域雷达，也不一定找得到地球呢。不过艾姆找到了星球，好漂亮，这样子也不错吧？艾姆不可以灰心呢，我跟博士约好了，一定会找到地球的。博士说过，侦测一开始就连相似度10以上的行星都找不到，艾姆还是比较厉害，应该吧？哎，我已经连续找到好多颗，至少20-30%的，可是第一个我找到60几%、欸。新增资料与地球观测仪，望远镜在亮哎、欸，绿绿的。非常直观的好了解的名字，对啊，这样子要是 Lisa 博士看到的话，就知道这个星球太小了。指定目标，这是第四颗了，9978。啊，这是我懂了，我懂那个数字是什么了。这个是我们观测的，刚刚是9976嘛，对不对？9975、76、77、78，所以是我们观测了的第9978颗行星。这样找了好多好多颗哦。在 Lisa 的右边 ,1305, 我们可以先定位嘛，对不对？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。回到一开始的地方，在0315的地方。0315, 那个声音好好听哦 ,0315 吗？我就忘了 ,1305,1305。这里好多颗诶 ,05 是在上面。在下面一点点，在下面一点点，这颗吧，都选最亮的星。分析行星系中，1234%的，没有进展、欸、好好子啊、哦！此行星体积过于庞大，一日的时间过长，不适合人类的生理时钟。猜猜看，我会取什么 ？Too big。还用大写 -01 ，OK， 温度55度，热死。观测编号9977，接收信息资料中，泡泡糖，太阳，距离恒星 Lisa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9959837830公里。太阳帆运作正常，供电率达30%。太阳帆就是有点像是，台湾的，不是台湾，地球的太阳能板。然后你在外太空啊，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太阳帆啊，就是面向太阳，然后24小时这样子绕着它嘛，然后面向太阳，你就会一直接受到太阳光，然后转换成能量。太空船供电回复了吗？我们从原本的10%变成30%嘞。执行指令编号02，开启辅助人工智慧。辅助人工智慧，博士，我好喜欢他们家的画风哦，很可爱。我出现了，所以刚刚是博士。系统重新开机之后，全系统检查完成，没有异常。博士，哦，你认错人哦，我是奥博士，泛用
辅助人工智慧低产型会变成这么性感，我也苦恼。什么是性感？完了，你的人格设定似乎和我差很多。泛用低产型，你为什么会变成博士的样子？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叫我 Lisa， 那是博士的名字。这是我机体唯一指定的形象，不喜欢的话，我也可以拷贝你的样子哦，铁罐头。我叫艾姆，不是铁罐头。好好好，小心液压会升高，不是血压，液压是艾姆。好好好，艾姆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你知道 OP1414 这个机器人在哪吗？那是艾姆的识别编号，接收讯息，强制执行编号警23。等等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泛用辅助人工智慧进行身份认证，确认对象 OP1414， 艾姆。系统拥有者写入完毕。老天，也复写太快了吧！原因就是 OP1414。泛用第三型，你不相信艾姆？不不不，太好了，艾姆，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我泛用辅助人工智慧第三型，生下来就是帮你实现愿望的。奥博士，可以关掉，可以关掉辅助人工智慧吗？喂 ，OP1414， 艾姆的权限不足以进行这份操作，吓坏我了。艾姆要找到地球，但艾姆不用你的帮吧？地球，好的，搜寻资料库，地球计划。艾姆说不用你的帮忙。好的，好的，很爱生气哎。接收中，好有爱哦。新增资料与地球观测仪，电源供给率30%，启动行星研究室。哦，下面一层哎，下面一层是行星研究室。使用键盘上下来切换太空舱，下上啊，然后可以按一下去调查吗？可以啊。奥博士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什么，都忘了任务执行到一半，艾姆晚点回来仔细研究。这是银河系第一象限的星域图哦，这整块都是第一象限，连左边那个古鲁姆还是瞎毁的星域也是第一象限。哦，所以它的上限不是左上左下右上右下那种感觉。奥博士太空船的操作手册，停电处理的页面有折页的痕迹，不知道博士还好吗？所以是最后他们翻到停电处理的这一页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翻过它了，是吗？宇宙与人性，深谈人工智慧的本质，好像是博士很喜欢的书。背面怎么好像有小字？艾姆，是艾姆的名字。可以再调查吗？不行，这边好像还有一本书，是博士的研究记录啊，有点难懂。艾姆晚点再来解析看看好了。椅子呢？机器呢？地球任务影像报告。哦，是博士哎。航行日志第16天，寻找地球宛如做梦一般的任务，从来没想过我有机会可以参与这个活动。以下影像资料遗失。博士录影怎么都录一半啊？不能够再往上。那这个最大最大的一幕呢？除了寻找地球之外，其实奥博士也有在持续的寻找与太阳相似的恒星，并且待在这里。博士常常在这里看着一幕发呆呢。接收中，接收中，新增资料与辅助探测仪。右下角是我们的辅助探测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点这个，这都是未知，未知。右边的是我们的回忆。回忆资料库中间，我们找到了几颗不一样的星球，这样看就很明显了。这不是地球，这不是地球二号，太小太大，太好了。好，我想再跟我的人工智慧聊聊天，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罐头相信我嘞？我不是罐头，跟你讲了好多次了。我想看一下这个，想看一下这个在哪里，在右下角，是吗？最右下角的意思是。恒星探索不一样了哎。分析完成，新增可能为地球的星系第二象限，观测编号9979号，确定。这个是 Mirkus 星域，我们就叫它 M 星域好了，好不好？ M 星域的0201，在 Lisa 星系的90度方位。好，所以是一直往右边走，是不是？这很远哎。第一象限，第二象限，到了。这也是博士找到的星球，是以它为编号 ，Lisa-10。
在0201的位置，在博士找到的0201，再下去一点点吗？右边一点点吗？0201，大概是你吧。分心行星系中，好多颗哦，六颗，41%、欸，可是离那个恒星好近哦。此行星运作的轨道远离恒星，无法接收充足的日照能量，跟我刚刚讲的完全相反的。地表处于极低温，-41°。猜猜看我会取什么 ？Q code-01，确定？确定？博士回来看到我的那个航行日志上都是那种奇怪的名字，他会很苦恼。这样比较直觉，对不对？以后的人看我的那个报告都会一目了然。艾姆，艾姆，艾姆，不用你的帮忙，听我说一下嘛，我比你想象中的还可靠哦。艾姆只听博士的话，真的吗？你看我的样子，这不就是很像博士在跟你讲话吗？泛用第三型，你才不是博士，艾姆要工作了。这没礼貌的孩子，那我不吵你了。哦，可爱。新增资料与地球探测仪。这附近还会哦，他们到楼下来了耶。对耶，那如果再点一样的东西，还会有不一样的对话吗？好像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到外面去探测星球，可爱，一样在瞄准。所以选一般模式跟故事模式差的，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差的就是你要探测星球的这个部分嘛，对不对？一次可以探测两颗哎。我们先看80号好了。它是在 M 星系的塔 ，M 星系的第180°方向，也就是正下方的 F 星云的0402，所以应该是往下180°，到达 F 星云的0402，好像到了，好美哦，0402。可能是这颗，没有地球存在的可能性，所以不是你，也许是你，没有地球存在的可能性，可能是你，没有地球存在的可能性，所以是要找最亮的吗？有了啦，34%，哇，这次比较辛苦一点欸。此行星的地表极低温，体积庞大，不适合人类生存。地球相似度34%。这个就是 Not Earth 2吧 ？Not Earth， -02，确定？确定？还有81号，对，好像要挑亮的才行。接收信息资料中，这一颗行星也不是地球，艾姆在想事情。大姐姐也最喜欢想东西了，让我陪你一起想想看嘛。哦，你在烦恼地球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对不对？艾姆不想听，真可惜。原本想告诉你一个寻找地球更快的方法，艾姆不，泛用第三型，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吧？终于肯听我说话了，这方法很简单，丽莎会建立跟望远镜的连线，然后很难理解。艾姆启动望远镜看看吧，会比我解释更清楚。启动望远镜。哦，刚刚已经有02了。哇，这样子改名还来得及吗？没关系啦，宇宙这么大，有两颗一样的名字 ，OK 的啦。望远镜与泛用人工智慧第三型连接中，新增行星扫描演算法。泛用第三型你在做什么？连接完成，新增行星演算法成功。好，连接完成了。泛用第三型，你不要把博士的望远镜弄坏哦。没礼貌，是要叫丽莎的。艾姆有注意到荧幕正中间的蓝色警示吗？没有。试着移动你的望远镜，我会用演算法帮你找出可疑的行星。这是丽莎实现你的第一个愿望。哼，我们要先锁定一个目标，然后观测编号在 M 行星的方位角90°的地方。在 S 星云0102，好，
微星星。害羞。稍微慢一点，这附近的星群很可疑。你是说他吗？扫描到了、欸，38%，你比我多厉害哈！我刚刚又找到一个40%的。此行星体积过于庞大，并充斥着不规律的逆行轨道的卫星，极度危险。Not safe. -01，确定，确定。这样就找到了。啊，所以它会自动扫描，我就不用像刚刚那样子，一直慢慢的找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。有丽莎帮忙不错吧？艾姆，要不要跟我说一声谢谢啊？嗯，有帮忙。翻用第三型有帮助到艾姆。铁罐头，你听好了，叫我丽莎。第三型很没有礼貌呢。我不是铁罐头，那我也不是第三型，叫丽莎。那是博士的名字，所以，丽莎，谢谢你。艾姆，我也谢谢你，谢谢你接受丽莎的帮忙。丽莎，你知道博士去哪里了吗？很遗憾，我并不清楚。艾姆别担心了，丽莎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。真的吗？拜托，这个是我诞生的目标哎。丽莎也有目标，当然实现艾姆的愿望是我最大的目标。哈，他们也被制造出来，就被定义了一个使命。行政资料与地球探测仪，我们再去外面探索一下。所以只要我接近的话 ，Lisa 就会说说话，她就会告诉我在哪里。好很多哎、欸，一次新增三个，看一下82号吧。还是星云的，定位一下。哦，要搭配哎、欸，他没告诉我在哪里了哎、欸，搭配 Lisa 演算法。S 星云的偏上面，我们现在在 S 星云，所以刚刚看起来应该是在亮亮。这个是 Lisa 找到的哦，感觉到了，哦，这很方便哎，扫描，没有地球存在的可能性。Lisa 行不行啊？你也很可疑。也不是你，所以应该是上面这一颗最亮的星了。分析型信息中，哦，一颗，这绝对不是76%，找到可能为地球的星系哦，行星，蓝蓝的，此行星覆盖丰沛的水资源，但地表气流混乱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。Water。表面温度-21°，76%哎、欸，找到水了哎、欸，有水可能就有生物，可是我们是要找到地球，我们不是找到类似地球的地方。接受信息中，丽莎，为什么博士要寻找地球啊？有问题吗？让丽莎帮你解惑。搜寻丽莎亚当斯记忆资料库中，博士有跟我说，如果没有找到地球的话，人类可能会灭亡。跟我脑中人格的情报一样，这样艾姆知道了为什么要问我、啊。艾姆其实不太懂什么是灭亡。那既然艾姆不懂的话，你就不用找地球啦，因为那是艾姆跟博士的约定哦。好好好，不逗你。灭亡就是关机的意思，这样懂了吗？关机吗？那艾姆动作要快一点才行。太好了，怎么突然这么说啊？因为如果博士关机的话，那博士就会消失。艾姆不要这样。丽莎，我懂了，没问题。艾姆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地球的哦。哈，哈，好暖哦，这游戏。我们找到水了，重大的发现。所以下一个一样是要锁定9983号，在 F 星云的正下方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其实我往左走就可以过去了，不用定位回去。我们回到 F 星云吧。回。到了，这是第二象限。我好像有点迷航嘞。F 星云到了，在刚刚是不是有偷偷动一下？哼，应该在这附近才对。
这就离开了。不对不对，他是在 F 星云里面。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附近。这里面最亮的星星是哪一颗？这一颗。分析行星系中，两颗哎，这也不是地球。53%，找到的爬数都越来越高了哎。有 Lisa 演算法之后，比较厉害一点。这个好像月球哦。此行星缺乏大气层的保护，自转一日时间过长，不利人类生存。因为它没有大气层，所以很多小碎陨石啊，就会砸到那个表面上，所以就会像这样子坑坑洞洞的，很像月球。Not moon。OK， 53%、欸，没有水，水保留不住，因为没有大气层。接收行星资料中。太阳帆充电完成，太空船供电率80%，引擎重新启动。太空船怎么了？引擎刚刚开始运转了，开启实验室，更下一层了哎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有植物哎！启动船体资料室，哦，两层哦，哦，因为供电率已经80%了，可是还是没有看到博士。你们觉不觉得博士可能在什么冷藏舱里面？实验室与资料室的电压恢复了，所以傻罐头。或许可以找到地球的线索啊！艾姆知道，艾姆不是铁罐头。我刚刚叫你傻罐头，不是铁罐头，好不好？两层呢？这下去是哪里？还有蛮多层的。上去就是外面了。对啊，实验室好多植物哦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实验室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好了，地球探测计划宣言。经过数百年的宇宙迁徙，人类自主掌握基因进化的道路，渐渐爆发出惊人的缺陷。因为缺乏人类原始基因的记录，数十代以来，跟一开始我玩游戏的时候说的一样，人类在外太空经过了好几百年、百万年呢，不是百年，是百万年呢。人类的基因修复工作变得近乎不可能。如果能够找到最原始、传说中人类发源地的地球，或许还有机会延长人类生存的机会。好难的内容，艾姆看不懂。所以就代表说，人类在宇宙中漂流了数以百万年，然后可能在不停的进化的途中啊，就是基因慢慢走偏了，然后基因走到一个就是会灭亡的，就是不适合在宇宙的基因，然后人类为了逆向的基因工程吗？所以他要回到原本的地球，寻找最原始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基因，或者是一些化石、一些骨头之类的，他们就可以去把人类的基因去做改造。感觉起来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机器，好像在做一些物质的分析，资料的出处不明，怪了，博士是在观察哪个星球啊？都忘了任务进行到一半，艾姆再晚一点回来仔细研究好了。总觉得这个是一些线索哎，找到一些隐藏星球的线索，没想到荧幕放在这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艾姆不太懂。收集基因样本的冷藏库是不是坏掉了？对，已经很久没有开机了，所以好红红的打不开，对不对？电脑没有锁起来，是研究的资料吗？第四次基因研究报告草案，撰文者 Lisa Adams。如果地球不存在，就代表人类没有经过自然演化，间接承认人类的基因是工程的产物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逆向推论是博士的笔记，机械人电子回路 OP1414 校正与调整事项，是博士帮我设定用的书吗？有字迹。Lisa， 别花费时间在做无关紧要的事情，真诚。艾姆讨厌真诚。下面还有书，是博士的信息分析报告，艾姆试着解读看看，有点难懂，艾姆晚点再来解读看看好了。所以我们要升级艾姆嘛，让他升级到他看得懂这些字。行星生态模拟系统可以透过资料模拟生命的可能，里面的植物都结冰了，是停电的造成的吗？这组密码是接收密码中新增资料与辅助观测仪。哼，这一层楼探索完毕了，我们再到楼下那一层楼看看。
奥博士望远镜似乎持续对银河分析中，有一笔资料已经分析完成了，接收中，接收中，新增与辅助探测仪，这边还有一些文件，特殊情形对应对手册，停电的紧急处理，踏空紧闭的紧急处理，密闭幽闭症状的自我管理，这是博士在看的资料，总觉得最后应该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嘿。倒掉的椅子，艾姆记得博士常常都坐在左边，这是博士他们经常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观测整个太空船的控制中心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二，没有三嘞。一二，哦，三在左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哼。OK， 是真诚的笔记。到今天为止，已经旅行了超过20个星系系统了。跟我想的一样，地球果然不可能存在。才不会呢！不是说过地球就是在这个银河系的，所以我们在同一个银河系里面。有之前操作留下来的讯息，与奥博斯引擎失去连线失败，是在停电的时候尝试与奥博斯连线吗？最后留下来的，都观察完了。再去看看星星吧。没有指定的目标，选一个来指定吧。银河探索，超新星探索，花，我们还有9984，先把9984看完吧。在 M 行星的45度角方向的 T 星云，到 T 星云了，开始探索，扫描中，感觉很接近了。下面。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哎，太多颗了吧？夜空中最亮的星应该是这个家伙。分析行星系统，5颗，哎，总会有一颗吧？有63%，所以真的都是找最亮的吗？哦，此行星经过过于接近恒星，地表常温可融化金属，无生命存在现象，温度95%。So。Hot， 确定，确定，这样子9984也有了。接收行星资料中。哦，可惜呢，艾姆，虽然不是地球，但不能够灰心哦。艾姆才没有灰心呢，艾姆最喜欢的就是找行星了，不管是不是地球，满满的行星都很漂亮。艾姆很喜欢宇宙吗？哦，艾姆最喜欢博士。博士喜欢宇宙，艾姆也喜欢。那跟博士喜欢的一样，哎，艾姆也喜欢我吗？我喜欢博士，但丽莎是帮助我的人工智慧，不太一样。反正你心中就只有博士就对了吧。嗯，艾姆最喜欢博士了。你开心就好，铁罐头。是艾姆。哦。新增资料与地球探测仪，继续探测吧。他应该。我们刚刚在太空船里面搜寻到的一些线索啊，应该是找到一些隐藏星系的或是隐藏星球的线索。我们其实可以找找看的，要不要来探索一下啊？它都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好了。这个是在 Lisa 星域的0613的地方，好美啊！好像天命里面会出现的星球。此行星充斥着飓风和雷暴，虽然有覆盖水资源，但不适合人类生存。丽莎，丽莎，又怎么了？丽莎正在忙着计算轨道，哎，艾姆可以进入博士的卧室吗？我在博士工作一定是累了，所以在卧室休息。丽莎没有打开卧室的权限啊。艾姆有，博士有帮我打开权限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进去找他呢？艾姆怕被骂，博士不喜欢被打扰。天哪，不然丽莎帮你保证博士不会骂你。真的吗？嗯，如果博士骂你，那就是另外一个丽莎博士叫你打开的，这样有没有很聪明啊？啊，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呢、欸，不可以啦，丽莎是丽莎，博士是博士，明明都是丽莎博士，我只是比较透明而已，不一样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心中只有博士，但如果你不打开卧室的话，还是见不到对方哦。这样就对了，还不赶快行动？奥博士，请求通讯。艾姆来，奥博士。请打开，请打开卧室，许可，开启休息室。嗯，
他好小一只哦，艾姆好小一只哦。不是不在。